哎，姑娘，能不能帮我们画一个合影？男的要帅，女的要美，帅有难度吗？可以。一家无法被定义的火锅店，关键它底料里边竟然放了茶，他们家东西的食材都新鲜。大姐，他们家火锅好吃的，特别好吃。哎呦，哎，虎哥，你怎么了？我感觉受到一种诅咒，就这个锅底可不一样啊！我们给你看一看，现场价格49折。全场每周可以用3张9.9的饮料，来碰一下。发现一个很好玩的事啊，自从乌拉拉拍了鸭血切成丝之后啊，现在火锅店的鸭血都切成丝了。我们看看鸭血切成丝以后是不是很好吃？店家锅底做了个特殊的一个变化啊，哎，真的有茶叶啊，茶煮到后面我们看看到底是什么？哎呀，这么多茶叶呢，能给它提升多少呢？我们不知道，就很适合带着孩子来。刚刚在门口让画师帮我们画了像，还不知道画成什么样，应该把我们画得蛮帅。这是我们俩第一张合影啊，以后放到结婚照旁边啊。把粉丝恨死了。这个炸蛋啊，这个放下去等会儿会吸着满满的汤汁，一定会爆好吃，但热量也可能也巨大。嗯，好吃死啊！尝了一下锅底，非常好吃。炸蛋这个一定要点，吸着满满的汤汁啊。一个火锅店锅底好吃，食材新鲜，剩下就看老板怎么再折腾出花来了。所以这家店不能被完全定义的是他们家花样头的态度。我们尝这个鸭血丝啊，都是鸭血切成丝跟切成块有多大区别呢？但是人家帅，人家说的就对的。锅底很好吃，但是你这种吃出茶的味道，我就吹牛逼了，对不对？怎么可能这种细微变化？觉得唯一的细微变化就是它虽然有牛油锅底，但这个牛油让人油但不腻。这个我不认为是茶叶的关系。我说你给我再拿一份茶叶来，我来试试看，真的有茶香味。哎，我也不跟你抬杠，我就泡杯茶在旁边，有茶香味了啊！刚刚满满一桌，一点没浪费，我们三个人全部吃完了。我提醒一下，他们家是有小份的，就是你点小份，多点几样。再提醒你，49抵100，部分饮料是9.9。哎，姑娘，我们的画好了没？合影呢？不就是画合影吗？哎，你们看看啊，呱呱画这么大，合影我就在这儿。什么原因啊？不能画合影？我们学美术的对美是有坚持的，我觉得你们俩不适合画在一起。